哎呀哎呀哎呀！啊！哦，我好紧张哦！我们一起紧张，可以吗？那个照片是狗狗吗？对啊，我家的狗狗。拉布拉多吗？不是，它是腊肠狗。好，对不起。这鼻子尖尖的，我都分不太出来。嗯，它只是长得有一点像。哦，它有人说过它像。有像其他品种，就看照片，看照片的话，所以那你只有养狗狗吗？对呀，养狗狗，只有养狗狗。难道猫猫不可爱吗？猫猫很可爱啊！哎呦，你可爱吗？嗯，有，你也很可爱哦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小修，喂，我正经讲，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大概是什么方向的工作？可以讲。我算是我是殡葬业的啊，那很辛苦哎、欸，还好啦，习惯就好了。可是会有什么契机去做？是因为、因为家人也从事这个行业啊，了解。对，那会不会有什么比较悬的事件发生？有过吗？我本人没有遇过，可是有同事遇过。啊，我可以讲吗？我们想听一下，是什么？就简单讲一下这样子。我就想一下哦，就是之前有同事就被托梦啊，托梦啊，然后呢？对，托梦，然后报名牌啊，报名牌，你说他要帮助他这样子啊？对啊，哦，那很好啊。可是重点是我那个同事他没有去，因为他没有那个习惯，所以他没有去签。哦，我觉得也好，就是他的心意，给我们很开心，但不一定要去做啦，对不对？就很开心，收在心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事没事。隔天还有托梦问他说，我怎么没有签下去啊？那他那个蛮贴心的呢。对、啊，那往生者是。算是蛮贴心的、欸，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特别的习俗还是特别的事件，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不好，因为让那个往生者会不会有依赖感，让他会有点不安的，就是有点离不开，会吗？如果我去签的话，应该是不会吧，因为他是觉得说他因为当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可能因为帮他。处理的从头到尾都弄得很好哦，算是一种感谢这样子。对、啊、对 对，了解了解。小狗在叫了，对，小狗在我旁边，很可爱哦。小狗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卷卷。卷卷哦，我有一个绰号叫卷卷呢、欸。真的吗？我有一些地方是卷卷的。嗯，没有刘海啦，你看我有没有？有。对对对萱萱可爱可爱，你也很可爱。色狗，怎么有人骂我色狗啊？什么色狗？好，不要理他们，不要理他们。我们刚刚聊在哪里？职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职业。那你会觉得说一开始会有点害怕，但是可能做久了会有点成就感嘛？因为我帮这个往生者走完最后一程，会有变成有成就感。的感觉吗？有这种经验过吗？嗯，刚开始超怕的啊。嗯，怕的要死，怕到我连看都不敢看。可是后来做久之后，就觉得说，是，就觉得说其实也还好。然后而且我有同事曾经就是遇过，就是有家属就是在现场拍照，四处拍照。嗯，他是要拍什么？他就要想要留念啊。哦，对，然后。有去拍到那个哦，了解。对，也去拍到他的那个捕捉到他的身影，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了解。然后从此以后就更细心，因为我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他们真的是在，他们真的有在看。了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欣，我是一名 VTuber 的虚拟医生。那这一系列主要是来治愈扣印我的粉丝们，可以聊聊一些男女的情感问题。那如果喜欢这类型的节目啊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那也可以直接来直播间跟我做一个互动哦，说不定下次的来宾
就是你哦。还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？有。哎啊！谁说可以的？谁？好、哦，没有，现在就有，没有，就曾经，现在有吗？进行式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有男朋友真幸福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、男朋友跟你 同住吗？对啊，他刚刚问我在跟谁讲电话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男朋友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主播玩游戏而已啦。哎呦，男朋友很大气，会让那个没有他，因为、啊、每次因为你开直播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他旁边看。那他会，他知道他男朋友知道我吗？知道啊，知道、啊。哦，那他是会觉得，哎，这个男的怎么在那边乱叫？会吗？不会不会，他之前也有看过你的影片。哦，谢谢谢谢，帮我跟他说谢谢。阿里卡多，谢谢谢谢。可是我都乱呻吟，你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个会扣分吗？不会啊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哦，不会，呻吟是加分啦、啊。很加分啊，呻吟是加分。对啊。那我又呻吟了，各位，准备啦。好，好。三、二、一。用力，出不来呀、啊！啊，出来！那你可是赚很多钱的，最终的目标，你是要去出国玩吗？还是要去怎么了？想要买房子吧。啊，对啊，很棒很棒。我也住台中哎、欸。啊，我可以看到卷卷吗？你要看他吗？不是、啊、我，那你就叫你男朋友，我跟男朋友去啊，这样就不算吃粉丝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男可以、哦、粉丝的男朋友就不算粉丝了吧？可以哦，没有啊，没有。那我可以那个，请你这个要有一个小要求吗？可以吗？最后一个什么要求？就是你可以说，因为我有冰淇淋。你有那个枪哦，有点怪怪。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再见。对，好，好啦，封锁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小秋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推特、IG。谢谢大家，那我是李听，一个色色的医生郎，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